怎么样，医生？手术很成功，麻醉苏醒之后会送到病房。是啊，我就知道没事了，没事没事。谢谢你啊，顾医生。我先进去了。 我看你经常在病房里虚空拉琴，是不是有段时间没练琴了？是啊，我想去竞选大替新手，但是这么长时间没……我可以帮你这个忙，明天一早医院大厅见。这是什么呀？公益组织会定期来医院为病患进行慰问演出，你去试试，可以吗？ 你已经用你的演奏鼓励了我一次，现在也该鼓励鼓励自己。